姓名。你要跟这个呛苏海军呛一下，知道他是新出炉的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得主吗？我知道今天要挑战的歌手是孔金的，所以我相信那是我相信你，我相信神就就能够到天。你要挑战谁？你讲清楚。那你相信什么啦？嘿，安乱啦！我相信我特有的台语唱腔，会让大家耳目一新。哦，你看你要呛瞎他吗？哦，阿姨。怎么样？来怎么样？来继续。阿姨，你不用再努力了，我一开口就让你转不过来。我只是嫁的老公年纪比较大一点，拉高我的年龄层，但并不代表我是阿姨吧？你是讲到女生的头发。我爱爷羊，来，玻璃金盔，这个等于是你拿手的东西，好好修理一下，催泪的歌曲。小猴贝，阿姨来了。下来拥挤。
向前走，突然在意这分钟，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，耳边传来沉落的呼救，追赶阳光，爱的不保留。我是心继续。